等一下，我们为什么不要？我们为什么不要拿一桶水桶来淹死他们呢？我的通天柱，他们瞬移啊！啊，他们瞬移，至少他们要攻击我们的时候一直碰不到我们，这样我们会不会很贱？不会啊，来，嘿，找到我之前盖的通天柱。你要摸太阳吗？中介像是需要中介珍珠还是中介之眼？不知道哎，没说过。但是那个我找到某一个地方有很多铁矿的地方。什么？原来是你们那边在挖了，难怪那么那么多那个。来，要不要过来挖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野球，你看得到那个吗？那个合成表，中介箱需要什么材料？需要什么材料？我看不到。真假的？我找。好。冷妹，等一下。叫中介珍珠哎。对啊，等一下，冷妹在哪里？我这边有掉三个，哦，一直换。掉经验球了，哇，死掉了。TP 我需要黑曜石跟中介之眼，中介之眼。欸、然后像那个什么。熔炉一样，外面摆一圈的那个黑曜石，中间摆中介之眼。中介之眼要几个才能做？四个吗？一个。九个。一个。中介之眼呢？我这边看合成表是写一个。一个中介之。中间。然后中间摆一个啊，中介之眼，哦、然后旁边。中介之眼，这个眼是要摆几个中介珍珠啊？哦，这个眼啊。九个对不对？一个，需要烈焰跟中介珍珠，跟珍珠来换眼球，要烈焰感跟中介珍珠哦，烈焰粉，哦，烈焰粉哦，那我们还要去地狱探，我发现蛋蛋了，但是蛋蛋我不知道，我忘记怎么把它起来，反正就，哦，有黄金了，这是我的蛋蛋，嘿，我这样得到它，我只是把它放在中间没带回家，懂不懂？你有蛋蛋，嘿，我拿到中介蛋了，我只是把它放在中间带不回家，这样子。嗯 ，OK， 拯救阿瑟。嗯，这样比较省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有拿到蛋蛋啊，我只是把它放在中间，没带回家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好，走吧，我们跳下去回家吧。我天啊，这里好深哦！这里好深哦！天啊，里面一堆苦力怕，里面一堆怪物，一堆苦力怕。冷妹来。我们来，我们来去中介，啦啦啦，快来！你给我下去！啊！现在是要比看谁爬到最上面，我们还要把对方给赶下来。你走开啦！你好烦啊！你想怎样？呀，我赢啦！我是赢家，你是输家。你要脱内裤给人家看看官？不，我要死了！我不，我死！不，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哦，他死了，还是死了？你可以去唱歌喉战。歌喉战，没关系，摆在这。哦，耶，战士，来吧，战士。哦，上次来过了。哎、欸、那个，我们要找到，等一下，冷妹在哪里啊？你没有赢得什么？我在这啊。这是指哪里？掉下去了。你谁全部都不听鬼啊？欸、你没有 GG 哎、欸，真可惜。一颗星啊！来 TP 我啊。不杀人兔，不要死兔子，不要过来！你为什么红眼睛的兔子？现在年轻人到底是想什么？怎么那么容易想不开啊？你们去地狱吗？对啊，我们在地狱。而且装备喷光光，装备喷光光，装备喷光光啊！谁叫你要自杀、啊？没有，因为地狱没有打防喷。对啊。啊，对哦，完了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现在剩下所有。那你准备好？你准备好再 TP 我吧，我去找一下那个你可以学习如何当一个石头。对。
可以默默的跪在旁边，然后假装自己是一颗石头，进入待机模式，然后渐渐的跟周围同化起来，然后你就变成一颗石头，然后就可以白球，然后等着好几千年后，然后等着被挖走，对，好几千年，好几万年，然后被某个陌生人挖走，然后说，哎，这边有个石头，刚好没有石头，来挖一下好了，咚咚咚咚咚咚，然后挖完变化石了吧？然后挖完之后他然后那个然后你在瞬间从石头里面蹦出来说，嘿你好，我是那个住在石头里的精灵。然后呢那个精灵那个人就会讲说，既然你是精灵你会施展魔法对不对，然后说你错了，我不会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你错了，我不会，我要喷石头对不对？那个人一定觉得早知道不要把你挖出来。我把吊杆丢走，我不知道一堆怪，不知道怎么拿吊杆要干嘛。石英，石英可以做什么？其实我不知道。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你真的手很贱，而且又很色。没有掉，没有打你。原因想钓我？你想干嘛？你以为我那么好钓吗？这个钓鱼台。跟你说。哎。哦。想得到，想得到我的命运是永久不行。蜘蛛这边没有做铁轨连接。你有看到那个吗？我没有看到岛屿，不能说岛屿，就是那个什么遗迹吗？遗迹啊，遗迹？对啊，我们在地狱找不到遗迹，而且我们还看到一个白白那一条，那不是什么东西？我觉得现在往下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嗷！嗷！早知道就多带点西瓜来吃的。我西瓜吃完了。你们是猪吗？然后我迷路了，救命！冷妹，你知道、那個、是在地底迷路吗？冷妹，你知道那个线真的很碍眼。你知道那个地方我从来都不太敢下去。真的吗？我因为我每次下去的时候我都迷路，所以我都自杀回家的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太没有冒险家精神了，要么也是被怪物打死，这样才觉得骄傲啊！你才可以回来跟我们炫耀说：“哎、欸，我是被怪物打死的。”你知道我是怎么死吗？那边有岩浆， oh. 我不小心失足摔死的。哦、oh. ，这边岩浆被我煮掉了。哦、oh. oh. ，哎呀，啊！哎、欸，我到了，那一条白白的那个到底是什么？沙子历史。哎、欸，我回到家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路了，知道路了。哎、欸，冷门那是历史、欸，哎，你手去戳一下，它就整个会掉下来。拿弓箭戳一下。你有弓箭吗？我说你有箭矢，我只有那个弓，我没有那个。啊，你有戳到吗？你好像没戳到。你是不会叠高一点哦？哦，是没石头哎、欸。你是石头，你可以把自己叠上去啊！无限石头，你为什么要掉进岩浆里？我真的不懂。哇，掉下去喽！他想从石头变地步。哇！我是要挖下来了，你在干嘛？哎，你回去的时候至少帮我带多一点西瓜来嘛，奇怪。西瓜，西瓜，西瓜，西瓜。走，快点，我们。可是石头是西瓜吗？石头吃西瓜，他吃西瓜汁。你是说淋在那上面吗？对对对对，好像烂掉的感觉。然后就引来蚂蚁，然后石头就会把蚂蚁给吸收。石头口味，所以你吃菜还吃肉？哦，蛋白质，丰富蛋白质，完不是一般的石头。这边的地狱好像完全没有找到任何遗迹，而且我找不到熔岩史莱姆。啊，僵尸！拜托啊，来一只熔岩史莱姆，我们就有烈焰粉。啊，古力炮！啊，什么都没有，蜘蛛什么、啊？不要不要，每次都转角遇见爱。转角遇见爱，看样子你的爱情关系还真是复杂。
真是复杂，真是复杂的爱情关系。我转一个角就遇到蜈蚣，转另外一个角就遇到僵尸，转另外一个角又遇到苦力怕，再转过去就遇到那个什么杀人精，这杀人兔。R.I.P. I.P. 哦，天啊！为什么死啊？哎，你们找到火山了没有？小白，终结了，你负责补贴回去。我们现在连熔岩史莱姆都找不到。我们在挖矿。负责补贴回去好。我们在努力的找那个熔岩史莱姆。我刚才去吃烧饭，因为我妈说再不去吃，还有去帮我们买东西。你可以学习独立。你可以试着吃生蛋。我总觉得我们这几集好像空白键按到快坏的感觉。你现在是怎样？想跟我定估姿势吗？等一下，送西瓜，你外卖西瓜忘记买啊？爽啦，走吧。现在西瓜要订多少？哎，没材料，你就要走啊？对，没收钱。哎，西瓜还没买了哎。等一下啦，你先拿起来嘛。我们先找到熔岩史莱姆啊，我有点心急啊，找不到他。这边也没有，为什么史莱姆这么难找？借钱不会那么难找。前一点八点五已经把它移除掉了。真的吗？熔岩史莱姆被移除了。他配你，你也爽。啊，那所以我们要找到。等一下，敌人粉要怎么找？我看到了。我们要找到熔岩史蒂夫。我看到遗迹啦！啊，有遗迹就有炼钢，有炼钢就可以做出那个熔炼粉，炼粉就可以。有要说要做附魔台吗？就可以自拍。我还自拍。附魔台哦。嗯。这边没有写要盖，这边成就里面没有说要做附魔台。那就好。走，往上走。可是我们要先去，先还要有一些人要到地底下去挖黑曜石。黑曜石哦。那把水桶拿过来，我这。来，人美，你看这些柱子就是遗迹了。这不是我家吗？你家哦。好，快进去跟你的邻居打声招呼。你就进去的时候跟你爸妈讲说我要炼硬杆，如果他打你的时候，表示你根本就是被弃家的儿子。吃东西不要那么大声啊，小声一点。谁家的瓦斯漏气啊？记得要去换啊，小心一点。哦，真痛，快被我挖完。那走，我觉得我铺这个好多余哦。可是没有办法，就有人没有脚。他是石头。对，他是石头，所以我要铺路。我要不要拿绳子牵他？我没有绳子哎。哎，那他比赛会不会得第一啊？怎样的比赛可以让他得第一？会说话的石头哎。那个宠物三号比赛，结果扑了路还是没有办法救你，早知道就不要扑了下去了。好啦好啦，我们已经挖到了啦，挖开了，怪兽西瓜烧掉了，耶！走，我们去找那个烈焰使者来吃毛豆。小小你自己吃什么毛豆？其实我不敢吃毛豆。毛豆，我之前我不会吃毛豆，我都直接把毛豆整个直接吞下去，然后就觉得毛豆很难吃。于是我朋友他不是你刚有把皮脱掉吗？于是我就愣住了啊，皮要脱，我等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。那你觉得直接吃皮好吃吗？不好吃，难吃死了！我就跟我朋友回说，哎，我第一次吃到这么难吃的东西，有恶心的。我这个酷弓箭手好高。我主要的是这个，我其他的都没有。拜拜。毛豆啊，没有吃过。哎，你吸起来了没？冷梅，你先吐给我，我怕你死掉。啊，好痛！冷梅吐出来，我来拿。对吧？谁吸走了？蜘蛛是不是你？好像是我哎。把它吐掉，把它吐出来。哦，你死掉了，我就说这个地图没有防空。把它吐掉。开始审了。甘蔗，你带甘蔗来干嘛？还拿木锄，提
铁镐可能会用到。啊，好痛哦！谁可以帮我做一只铁镐？或是给我点动作糖？好痛哦！哦，你们大家都死掉了。好了好，大家一起死啦！我还在。好，我来找你。好，你也死了，我刚好又来了。我也撑不了多久，我觉得我要闪。你想把我装备给我？我怎么知道你装备是哪一个？已经全部死光了。对啊，体状啊。等一下，先回一点血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蜘蛛跟你在一起？我不知道，他 TP 我，然后他现在被那个啊，好烦啊！蜘蛛